个排队人潮会不会太荒谬？谢谢你好。我说甲板没看。来，老师有。丢掉啊！拜拜，拜拜。不会骑车的，灯塔，灯塔，是乌油窟哎，就是乌油窟，就是绿岛灯塔。我们好像走错了，绿岛灯塔要往上。这就乌油窟啊。好玩吗，两位？好辛苦哦。他们还在拍，不知道拍多久，所以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到了。我发现一件事情。什么？这流道关。好远啊！你刚才看一下地图，真他妈有够远。还有热气球新增的功能，绿岛灯塔。这样，我们应该回到水那里，因为这个是那滩水。哎，摸不到道馆，这也被关起来。雷达了。欸、那个波斯可多拉是你吗？是啊，可多拉是我、啊。专业 YouTuber， 注意啦！我很顺利的在把黄队道馆拆掉。对，要下雨了，终于坑起来了，两位。啊，还有一个不坑起来是不是？你们俩在打宝可梦吗？对啊。阿、啊、耶！而且我全程用你的 GoPro 录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烤肉大会，吃法，烤肉，话说都一炒在一起，大概拿20几样，好吃吗？好像绿烤只有一家烧烤一样，然后4:30就要来排队，不然吃到不到。人超多，觉得其实鹿肉蛮好吃的、欸，很好吃啊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。嗯。哎呦，是一个网美酒吧。哦，这叫什么？微风。什么微风什么？微风广场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神风特工队，长岛冰茶，这蛮好喝的，这真的蛮好喝的。对，但它没有酒精味，一喝就倒。离岛的 Seven 小美要28块，太贵。现在几点在干嘛？我明天要深潜呢。